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美丽，这是我的头盔，这是我的卡哇伊。我们现在骑我们的卡哇伊去玩去了，找我同学。现在这个广元市区先练练，他们说练几天。最近的话是我因为我这个平衡杆太短了，要换平行杆，然后还要上那个正式的车牌，现在是临时的车牌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还要在广元市里面多练几天，才可以真正的出门。走了，找我同学去吃寿司了。看着挂红旗的车没有？这就是美丽的宝座。这边看过去怎么找车？你看有红旗的，这是美丽的。今天到我同学这里来了，我同学20年没见，啊见了见了，我之前在你家吃过饭，吃过一顿饭，做他也是做腊肉的，现在在做那个寿司了，是不是20年的同学啊？正好20年，因为我们03年毕业的，现在23年，但是我后面又上大专了，然后后面就没见过了，看看他做寿司，要尝一下。你看你的这个怎么装饰的？你尝尝看这个。这是他之前摆地摊的灯，你看，我是说怎么跟寿司还卷的嘞？你看就一个，然后这边没有。哦，你这个要弄那个牌子是不是？嗯。你是不是85年的？我85年。哦，85年。你是86年的？哎。做寿司。我现在给她老公打电话，我说想问一下哪个沙拉好吃，帮我问一下。50年以后，50年，我们已经20年了，再熬30年就熬出头了。是你妈长出头了，30年，是吧？嗯，70了，70多了。67还没到，哎，67八了。长相思，你看呀，这个寿司是吧？啊，给我吃的呀。这个都是要弄热米饭的，是不是？温的，温的，温温的。嗯，好吧。嗯，我把你这个做寿司的学一下，到时候我自己可以给自己做。哎呀，做吃的真不容易，我拿着手在那抖，太冷了。这是一个风口，你看吗？这是个广场，这四面都风啊！做吃的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你之前摆地摊一天赚多少钱？200，真辛苦了。100-200。这个是啥子？这个叫黄金脆。黄金脆，是不是炸那个肉的那种，炸的嘣脆嘣脆的那种，是不是？有点像是。那你说那个寿司露啥时候放那个东西啊？放米饭里面呀。蒸的时候就放米饭？哦，那个要放到那里面。要把米饭。那个是什么调料？啥子啊？那个。这个？啊。这个是啥？海苔粉，海苔粉加芝麻。啊、海苔粉加芝麻。还为啥子要翻过来煮啊？该配对吗？男朋友女朋友该亏一下吗？好有意思，反过来做。反过来做叫反卷，这个叫正卷，懂了吧？这个沙拉好吃不？那个尝点。甜的。还有蛋黄酱的嘛？有甜的嘛、嗯？哎，这个酱也可以。还有什么酱？还有咸的。啊，咸的那个酱。蛋黄酱。那个不是做沙拉，做沙拉是另外是那种、我记得是那种芝麻酱哈，有点像芝麻，后头有芝麻那种酱，香吃起香的着。帮我找一下那个。水果沙拉可以用这个，蔬菜沙拉用那个。蔬菜沙拉和水果沙拉，到时候因为我在路上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沙拉就买点蔬菜，然后拌拌吃了得了。这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这个是女的吧？这边是男的吧？你说不要配对吗？你是要配对？你咋个配？咋个配嘛？你觉得他是男的，他女的啊？是不？嗯。这不好的我就可以吃了，还是热的。我这都是给你煮的啦。给我煮的？我刚刚吃过午饭的，你煮的来，不要给我煮。我给你煮一会儿，你尝一下啦。
我减肥呢，减肥减个喘喘肥。那样你倒是走路推都推不动，王婆婆。你这身材吹得动，主要是我同学他找了一个厨师做老公，以后我千万别找一个厨师做老公啊，要不我养肥了。沙拉酱我喜欢吃，我记不好，我技术还不行，拿下，回去吃了，吃一下我同学做的这个寿司。哦，这个叫啥子啊？军舰寿司。军舰寿司，它这个是那个豆腐皮啊。就是我给你做的随便的哈，哦，我只是随便。嘿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肯定好吃。里面是那个海带，是吧？爸爸，我吃粉了。这是同学做的成品，我还要打包带走。跟同学聊了好多，就感觉呢他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只要每天有事情做，然后赚个两三百块钱就很满足了。他说他老公是一个超级的大厨，做西餐的最高等的那个，也就一万多，他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就很满足了。因为我一直觉得做吃的太累了，要买材料各种折腾，还要亲自上阵。因为美丽以前也是开了两年店的，所以我不想去开店，把我所有的时间用在赚钱上面。我希望我做的是自由自在的行业，然后也可以赚钱，也可以做自己的梦想。然后我这个同学可是经常来看我直播的，他特别的羡慕我，就像羡慕我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也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好的，还不满足，看看别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，然后为了家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房贷，为了车贷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自由真的应该好好珍惜，要珍惜当下，享受生活。但是呢我们也有不足的，我们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没有老公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有的就是自由。那家庭的生活还有自由，你只能选择一样，有失必有得，你怎么选呢？反正美丽是选了自由了，这种家庭生活不太习惯。他说还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，说我们广元的，那我肯定不要，那种广元太小了，我是属于世界的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支持美丽周游世界。